サイゲームス。シャドーバース、変革の風が吹きすさみ、時空を超え英雄が集う。そして世界をかけた戦いが始まる。輪廻転生のその果てに新たなる時代が幕を開ける。大人気スマホカードバトル、シャドーバース。新カードパック、クロノジェネシス時空転生、シャドバで検索。欢迎收看暗影综艺王，是的，耶！注意到我们已经换装了吗？对，我们一红一白，对啊，好好的跟他庆祝圣诞节，真的太晚了吧？就百里透跨年啊，跨年啊！好啦，今天一样会来我们的终极红白大对抗，今天是最后的决赛。哎，我很兴奋哎，我没有参加过哎，我要睡了，因为我就是被这个公司排挤，太咖啡就是排挤我，太咖啡无聊的时候都找我来，有聊的时候都不找我，有啦，决赛找你，今天有聊，今天有，对不对？你先看一下字卡，了解一下。我再看看字卡，看看多有聊。最重要一怕找你。好，我们是四集的特别节目，好不好？哎，我们前面三集都是收集卡牌阶段。如果有观众没有看到前面的话，就是让你们知道前面都是收集卡牌阶段。那今天已经是终极红白战了，好不好？重点就是今天了。也不错啊，找我们。终于，一样欢迎我们两位队长包子跟蛋蛋。很辛苦，帅，帅，有帅，有帅，都瘦了，都已经看越来越职业形态。走在路上看红色跟白色衣服，今天才这样穿，打起来，打起来，好了好了，好，哎，不是，这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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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绍一下，发言一下，发呆，你不能因为上了四次节目就显露疲态了，好不好？老了是不是啊？好了，又是我啊，不干话，优质实况组啊，包子，哎，真的跟电影有点差。真的、啊、累了累了，第一集就累了。我第一集超嗨的。大家好，我是蛋叔叔。那至于为什么叫蛋叔叔，可以看我的 YouTube。好，可以。工商。好，今天队员的阵容相当坚强，欢迎卤蛋卢冰委员，还有暗影御用主播小兰。耶！我的 title 这么哇，你的 title 哎，对啊，哇，小兰御用主播，御用主播超级来，可以还可以。对，因为你几乎都。几乎每次我只要看到有比赛，主播台上都是小兰。对，哦，对啊。休息的时间都一直在打，我看。对啊，对啊。那个吃饭还在打，又靠你是靠这个吃饭的，对不对？那个吃饭还在打，用功敬业。你是因为开游戏会看到谁谁谁上线，然后就看到他。没有，刚刚还在打，还在打，还在打，抱着那个露娜好朋友。对，然后今天是扮演那个露娜的。好朋友，那个蛮可爱的。Ruby 之前也是打蛮凶的嘛。对啊，有一阵子啦，就是为了要爬 Master 嘛。对啊，然后后来发现玩这个卡牌，周围的人太厉害了。对，还好啦，没有。哎呦，不要这样讲啦。我也是刚加入而已啦。我几乎什么游戏都不玩。那身边的人都太强，不能有竞争意识。对，游戏实况组，但我不打电动。你发现你有竞争意识，我游戏人生实况组，好不好？我不打电动了。你开枪部分还蛮有劲的，开枪部分，但还是总是有人比我有劲。可以可以，总有一天就是你了。加油加油，受不了了，加油啦！我们真的有说，蛋蛋说包子觉得鸟屎很像暗影的某一张。请问这一句话里面到底要出现几个？对啊，没有，总之鸟屎。因为私底下我都会跟他聊一些牌，然后偶尔因为牌聊太多了，我们就会聊，哎，这张卡像谁像谁，然后他就像我就像阿尔贝尔，他就像哥布林。你哪里像阿尔贝尔？然后我后来就聊阿尔贝尔，鸟屎，手上阿尔贝尔。哎，我们说谁哪？像鸟屎的，等一下，像鸟屎，他有一张卡，底下你们就会看到了，哇，哪里像？帅，不是什么？脸在哪里啊？脸在哪里啊？脸在哪里？在哪里啊？看的顿顿了一下，想大象啊？还是下面那个六八块一二三十块？哪里啊？哪一个是脸？那个是画的啦，那个是画的，那个是不是我连画都画不出来？他是大象头，你可以拿那烤肉架来印上去。大象头，我应该没看错。对，大象，大象头，大象。对，哪里？你说哪个部分？这种会不会像我？这比较像卤蛋吧？哪里呀、啊？这种风格的东西比较像互相伤害。你要说卡牌名字前面有两个王者，就像王者。你刚刚带着太阳说像我，观众思维啊，死观众思维啊。对，很多拿来看什么王者输局，还是排抽？卤蛋，这是你开的吗？不是，我们埋在更深里面的梗，我没有接到、欸。其实他们在讲我们的八卦，然后哎，你看，然后我们没有接到。还是我没有接到啊？到底哪里像？对，我原本比较，我原本觉得比较像哥布林，但是 Q 的居然是 Q 王者，就像我也不知道。哎呦，你觉得我长得比较像哥布林？没有，这是 LNG 以前那个。唱你的，
有在收看，你长得像一颗鸡蛋嘞，不接梗了，直接骂人。你呛回去，而且还呛一个，还用别人的名字来呛别人，还不说他像包子，超怪的，像大爆炸，好啦，意味不明。好，那个这次对抗两位队长，终于可以在。对啊，因为在游戏上面打，因为之前都是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在比一些奇怪的。对啊，又吃。我有参与是那个摸那个，而且有的很随机的，有的很随机的。对，然后比什么比吃东西？对啊，什么摸那个长毛的石头？对啊，妈的，吓死人！长毛石头真的超好笑。是什么了？以为你们都是谐星而已。对啊，今天终于可以再次挑战恐怖箱了，对自己专业可以展现出来有没有什么心态？太厉害，终极恐怖箱，超会摸，一次摸八个。豆浆、烧饼、奇异果，豆浆怎么摸出来太强了吧？像上面，我摸起来黏黏的，上面黏的，有没有？有点豆皮啊，摸最底，捞一层皮起来。好啦，那个今天那个大家都会对战到，今天真的是认真的，对，认真，认真，认真。尤其我们之前都是那个嘛，都是在准备我们的，之前都不太认真，因为我们都在准备这一副我们那这一副牌，那今天就会把它完成了，然后我们就用那一副牌来就可以开打，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分好两队了，好不好？等一下就啊知道了，开战。好，今年可以说是。那个我们的爱饮食堂非常活跃的一年，那当然因为今年才进台湾嘛，所以今年最活跃也正常。对啊，不过不知不觉也一年了。对，其实差大概半年吧，半年多，半年多，半年多，月中多。没不过没关系，因为如果记忆已经有点衰退了，没关系，我们有一个那个大世纪的图卡，对，拿一罐银杏出来看，我帮他恢复一下这个记忆。我看好哦，繁中版上市。等一下，那个 Sandy 的图也太恶意了吧？有吗？那请问我的图就没有很恶意？你就常常被人家拿一张，那就算了。Sandy 这太也这是丽英仔的宣传的照片吧？哇靠，米娅哎，二零过把七。总之，我们繁中版上市5月11号，对不对？20号就有那个，刚好把图又拿掉，还没讲完啊，把它换掉，把它换掉。20号就已经有这个实况组的争霸赛，对，好快哦！而且他们就。对啊，很快就是一个礼拜，马上就办，马上就办，马上。然后还有超级 master 争霸赛，为什么是四个这个照片呢？我也不清楚。总之那一段时间，小兰也在嘛，天鹅酷，其实是这些东西，小兰都有参与啊。没有啦，第一个我没有啦。哇，第一个上次你参与，参与告诉我。后面那个明星对抗战没有啊？后面都有，后面都有这样子。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那个，就是那四张照片那一次。哎呀，我也是争霸赛，记忆深刻。那时候还可以，还那时候真的是快笑死了，我在现场。本人刚好也很凑巧也在里面，特别有两个猥亵的大叔。台湾 Open 嘛，对，台湾 Open 的，台湾 Open 也打了很久，也是打，他是一个从7月到9月底，对，打超久，真的就是打了整整两个月，两个月多，很屌。然后还有这个是 Winter Series， 是冬季的，就是选世界赛的那个资格。而且中区、南区、北区，这是为了打世界赛。哦，前几天他们出去打，就是这三个选出来。哦，对，下面三个大哥，对，三位代表那个各区的代表，然后前往。那之前来上节目的两个有出去吗？这次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都没有。他们是 TWOP 那时候的。所以他们在后面那个 Winter Series 的时候就挂掉了，已过期，不行，不行，高度过期，没有，这表示这个游戏掌握 meta 很重要，哎呀，是变。关键要真的很努力，因为随时后面都有人会把追上来，这个很激烈，不是过誉了吧？不是过誉了，不过誉，不过誉，是过气，有很过时啊。Y Force 的台日韩邀请赛，就在 Y Force 现场，我有看到，那个时候也是来自就台日韩的高手都三个国家，对，也是广告打也蛮大的，然后10月23、24就是前几天，前两天在东京，对，东京 final。小兰也很辛苦的播报两天哦，那真的是累的，对，早上到晚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刚好来放松一下，椅子可以倒，躺着吧，我这三个人一起躺下去，直接睡，直接睡，要吃点心，刚没怕，辣椒零食，好吃 ，OK。那你在其中有什么样的对这个游戏想法啊？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那个啦，就是中间的两个是那个现场活动嘛，现场活动。
其实跟其他的这个现场活动不太一样的是，它有很多很多可以让现场的，就是去现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一起玩的东西。我有去参加、欸，我觉得真的是很棒。你也有去参加？对，突然想到我去参加，凑热闹。然后他现场会有那种就是 two pick， 然后就是你的话就可以拿到一些实体卡包，或者是可以跟这两位帅气的队长一起对战。哇，没有啊，没有没有啦，哇，没有，我还以为只是搞笑而已，没有到真的有人气。还以为你们恐怖箱而已。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吗？前三集还真的不发功，大家把我们当真的，大家都当我们综艺咖角哎！不要、啊、你想想看，人家去日本比赛啊，你们来这边，我们在台湾当综艺咖、啊，对啊，术业有专攻、啊，那谁成功谁失败，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好悲剧哦！所以这些实体的活动。哎，有一些就是很，其实大部分官方就是很欢迎新手去看看嘛，而不是说比赛现场就是只有高端可以过去。对啊，去那边可以找他们教嘛，他们两个会教大家玩，请教讲体验会就对了。对，没错，他们会有类似见解啊，就是看你的卡牌里面问题，对对对，类似这种。我看去找他们见解的，大部分都把他们打在地上趴着。哎呀，什么？不要，他们就会来说，我跟你玩娱乐牌哦，你玩娱乐一点，好，然后他拿超认真牌，打爆，娱乐我，娱乐我，有一点人气都是这样啦，对不对？大家都一定要杀爆。我们娱乐他们，我们娱乐他们，我们娱乐他们。不错，不错，不错。那这么多比赛离我们最近的，其实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赛。嗯，那个包子丹丹跟小兰对于这次世界赛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其实这次世界赛打得非常精彩，应该是近期内我就是专注的每一场我都看得非常精彩。哦，那最后是由日本那边的那个红叉选手拿下冠军，就是那个图，就是最后那一个很帅，那个帅哦，果然还有日本，大家都抢着说什么红叉我老公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有，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段话，这跟我八十七八像而已啊。我想问一下前八强好了，那个国节分布大概是四个日本、两个欧洲、两个美国，对，就是欧洲跟美国，对对对。而且美国跟欧洲各只有三名选手能打这一次世界赛，结果进两三个就进来，他们两个也在进来，对，很猛哎。所以其实有点出我意外，就是说在欧美那边其实实力非常强。我觉得可能欧美在这种集幻式卡牌的游玩那种历渊源上，可能还是稍微久远，有比较多历史，没有错。啊，那真的很酷哎。所以那台湾选手最后最远有走到哪里？就是海关，就是太难过了吧，出不了是吧？而且到海关还不说，那还是准备要出国了。哎、欸，那临战败退有够难的，最远没有临战败退超惨的，没办法上山。那种别的游戏还不能代购，那个签证有问题，直接没办法出国。对，不出去啊，就是没有办法晋级而已，就没办法晋级。第一、24强听起来，全世界二十四强听起来还好像还是蛮厉害，蛮厉害，可惜。直接去日本报，对不对？对啊，去日本报。那你这次去日本这个行程怎么样？哎、欸，早上不是去观光的，询问私人行程吗？早上不是去观光的哦、喔，想知啊，上去泡个浴。哎、欸，这个不在我们的小本里面，没有，这个不能说，不能說。我天，就是你们干嘛问别人的行程啊？我们在问你吧。哎、欸，对哦、喔，对、欸，对、喔，合理。要帮忙吗？那我已经回来了，你们怎么回来了？停车了，他是新的，你就帮买是？这次是第一次在就是国外播报，对啊对啊，第一次在国外播比赛，哦，算是第一次出国工作啦，哦，其实也蛮新鲜的，对啊，蛮新鲜的，只是就真的蛮累的，哦对啊，你看那个赛程很长，他从那个日本时间9点多开始，打到晚上9点。12小时，然后我们要早点去嘛，要晚点。你们也没有人换，对不对？而且其实中间第一天没有换，没什么太多时间，顶多广告时间。他跟工作人员要，我们就那个东西一广告我就。哇塞！而且超过12小时啊，他们不可能比赛9点开，他们就9点到。对对对。而且其实赛程中间也要很专心，还是要看呐，每场你都要看，还是一定得看。因为那就是只有你吗？叉烧还有冷萨，我们三个。哦。一起过去啊，那还是累啊，而且才三个人，好少。那是只有你吗？我跟我姑姑一起去。原来是全家出旅游，全家旅游一起出去，真旅游团，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就靠姑姑了，没有，我姑姑去吃拉面。那这次世界赛，他们那个，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专业啊，这样，但他们在使用的牌型上，职业、啊、有什么类？有什么就是出乎你们意料的搭配方式，还是说，哎、欸，这一次大家都是用什么职业在比？他们日本在环境，我有
比较观察第一天的部分，嗯、大部分将近七八成选手全部都用妖精跟土法土的巫师，对，然后分别是快妖跟土法，哦、然后土法也是有点偏向快土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两个就是现在的 meta 牌啊，对 对, 對、哦，第二天全部都不见了，对，第二天都不见，带这些都下去了，对，因为像是、哦、像我们那个冠军红茶选手，他就在带入那个控制吸血鬼，就是专门、嗯、我就知道你要带那些、嗯，我就来抓你，就针对、啊，他们第二天有在针对、哦，所以变成是大家都不带，要选有利对决的牌组去克制这些，你说是土。对，快妖跟土法，所以强的人会用 meta 牌，那更强的人会用针对牌。针对牌、嗯、哦，更烦、哦，我偷袭。那你呢？你是哪一种？我强上强，我是那一种刺破你的刺破，进不去的，进不去的那种。用 meta 牌跟针对牌，然后还打不赢。打不赢。所以你才在这里，真的在这当小丑。现在才到这个节目，就是集结一群 loser 的节目，没什么好质疑的啦，好不好？没有没有办法去比赛，都在这里。日本，欢迎 loser 王，日本。不要乱改名字。冠军是用那个控制吸血鬼啊。对。那其他三位呢？比如说四强好了。还有龙族也是他们比较选用，对，因为龙算是一个他的上限非常高，你就当龙王，别人可能费用才是五费，什么都不能打，你已经巴姆特是有机会就是有机会打出就是很恐怖的就一套，对，是这样子，就是大招的这种。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你不小心就可能什么都没有就结束。对，像是它的天花板很高，地板也很地板也很低啦，像地下十八层那种。像有一些选手就选用龙族牌，然后那时候我在聊天室帮他们加油，然后他们就起手就全部卡手，然后聊天室就全部都怪我身上，不要乱说，本来就是你的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啊。难不成是选手的错吗？然后这不好说了。对，右手右手。OK。然后其实这官方呢，对我们的那个玩家跟社群经营也是蛮用心的，有办很多活动啊、比赛，还有这种体验会嘛。对啊。那好像有一张有趣的照片，有一张照片。就该不会就是？欸、果不其然，果然、啊，果然啊欸、是真的，这天真的很有趣。对，有趣。因为我真的没有。卫生裤外穿过，而且那个天还翘得老高啊！而且现在你抓着紧紧抓着，大世纪的图片就是这张图的，就剪四个洞下来，搞点八点多一样的，因为我那个额头你知道吗？旁边的那个小熊这样，我怕有点会甩到其他人的头，所以就把它抱起来。我抱起来，你的额头不在前面，是想把它压下去的。爱引天鹅网，爱引天鹅网。所以你们一个习惯是压下去，一个习惯是快皮带。不是，你知道。你如果把后面那隐私档的那个字遮起来，完全不知道这活动在干嘛。我都是幼稚园小朋友的成果发表。有像有像，蛮好笑，蛮好笑，这个有趣啊。哎，那个时候戴天鹅装是因为里面有一张牌嘛。对，黑天鹅，黑天鹅，汉萨，汉萨，是汉萨，汉萨，对，是啊，总不能叫你们穿一个大象老二，哈哈哈哈哈，王者是象，那个是进步，那是进步，对啊，好。好，今天聊够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红白大对抗，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真的会大家都要比到，好认真的，没错。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哦，还有一个奖金，我们2018也是哦，这个跟钱有关系的，啊，拍的拍的拍，本来想说自己。把这消息读得，把这留住，你也得不到，因为现在到就是集结 loser 的，没有，我们刚刚不讲也是因为想要读得了，那可以没办法，因为麦卡贝就是个集结的一个地方，哎，好啦，2018的世界赛已经有消息了，这次呢奖金3000万，3000万台币。如果我3000万，如果读得，我不会啦，我就没有这件事啦，没有这件事。三千万，如果你读得。赌你下一餐卤肉饭多加一颗卤蛋，三千万没有办法赌的，流感可能可以赌的，小心点小心点，赌得流感好爽啊，流感应该也没办法赌，万中无一，连流感都没办法赌，3000万得到我会分享出去，好啦，反正明年的那个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精彩的社群活动跟比赛，对，大家再多多关注，好不好 ？OK。好，前三次活动呢，我们有准备，我们有常常就是有输有赢嘛，然后可以选牌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还有缺，就是我们现在两副牌还有缺。那今天不足的，我们要把不足的数量呢，我们轮流用 two pick 把它赌补齐，补齐，不要赌了，赌齐，补齐，好不好？我们那个，所以我们是一人派
一边拍一个，一边拍一个人嘛。先包子队开始。好，来，先看一下你上次选了什么。来，我这边先切到我上次选的牌。欸、靠你哦，我们靠你了。No。我目前的卡牌大概是选的真的是蛮烂的，因为是没有这个主题是新那个星辰传说的，所以这些卡其实算是比较好用的。因为是前三次的节目都是抽星辰传说的卡包，我们等于说这就是限定用星辰传，有点像那个实体卡包轮抽那种概念。对，因为我刚看到那个是。王者巨星，真的吗？真的有选这一张，哇塞！要进化也是你要死，哎呀！进化终于不是左右翻转。他是说你巨星，他是不是说你巨星 ？OK， 我懂了，为什么这样？我也觉得懂了。反正巨星脸上都像我。表面人。OK。有卡西欧皮啊。对。那我们这边是目前我们就有23张卡，它牌主要40张，所以我们缺的卡会用 pick 的方式去做一个二选一，然后一起 OK，没有问题，对，就从我这边嘛，对不对？这边就有小蓝这边帮我切入pick 这边，一起选，对，我们是一起的，我们要选那个精灵，差点不小心选到吸血鬼，好，非常好，哎呦，新手也好用的那种。我个人是想要选右边的，我一直觉得，因为卡西欧票我已经选到两张了，对，参与讨论，因为你不能那么多那个妹子，跟我吗？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边要选一张，就放两张进去。我们这边选了之后，这边会补齐。对，这边会补齐。等我稍等，塞尔文的号令。对，我先补一张妖精大魔导，所以我总共要选13张。对，13张没错。那这边妖精大魔导力，大家先直接帮他拉进去哦。哇，那13张，我最后2张是不是就是其中选一张就好了？选一张抢的 ，OK， 赚，没问题 ，OK， 赚，都放好了，会抽，来一起，这边选中，下一张，选个包子进去好不好？不要，是，通常会这样 NING 就表示两边都很烂，不是，我前几天才在打 Epic， 我用那个红灵巨蜥，我觉得它在某一些场上真的不好用。好，对，所以我觉得选用我们这个5万分大师，对啊，没有啦，也没有5万分啦，4万而已。没有了。好，下一个。不好意思，要加油。请问你们在选牌还是在选飞？选飞。我们时间有限，你知道那个卡面跟那个还是有点。交上去，对，上去牌比较快啊，快就赢了，好不好？那我们帮你们选。无条件冠军，独得3000万，好不好？我选哦。好，这样来得及吗 ？OK 吗？好，来，你要选哪一个？差不多，来来散，选左边，左边，右边，好。三，快快，就3秒钟哈，右边哦，三，右边，拿护符吧，你有拿护符吧？好，我们恭喜那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蛋蛋他们这一队获胜了，谢谢，我选了，我就选一选，然后你，可是我要选啊，没关系，他等下可以看，哦，他可以看，对对对，那补一下看看，好，哪边呢？这个，这个 ZZ 啊，我们的 ZZ 啊 ，ZZ， 剩一张 ZZ 啊，选漂亮妹妹多的那一边就对，这个选妹多的，那这个尴尬，这两边都有啊，手玩，看哪一个比较大，好，给你看，你有什么没有加到的，霸十弟，哦，你有选霸十弟是，啊，那我们有名的猛。对啊，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我们已经赢。我还选了个蛋蛋，抢哦！等下快赢的时候还可以丢下去羞辱他们。羞辱好，很好。你确定不是炸死自己啊？或是羞辱自己？打不赢，羞辱牌。这个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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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Z Z 这个有了，有了，蛋蛋有了，哎，还少3张，是这个这个妖精权力有了，我已经弄13张了。还是本来就有，我23张，本来就有，所以我要17张。我刚刚的牌是23张，所以你是有些本来就有的，对，有可能是这样。藤蔓魔弹有加吗？有加了，利拉也加了。我刚刚是23张，我现在哦，所以我还要再选，我要再选。好 ，OK， 开辟这个天国的阶梯了，哎呦，接了，哎喂，接了，花样这边好，可以，好，那再给你看一次，刚刚是花样公主，妖精骑士，对，好。哦，这边要跟刚医院打电话说我孙子出生了，真的假的？恭喜你！恭喜！我家公公也生小包嘞。哎，找不到哎，怎么会找不到？哎，选快点，不然哎，暗影要出二代。哎，我们这个已经选3张了，我要打包子，那怎么办？你再多选一张，我再多选3张。等下尾牙了啊？不是啦，因为刚刚我这边有选到18张，所以应该还有一张可以选。18张是麻将，找一下，18张。菲娜，你选了吗？妖精骑士选了吗？听到有几张就想打麻将。好，好，可以吗？
小金骑士四位，因为这个跳有点慢、啊。突然觉得我们等一下选的时候压力也蛮大的。好，这是打出一个就是一个要完成了，完成了，选左边三个孙子，真有道理了，是不是？目前看来都是选左。好，换换换换，等一下啊，换我们来吵他们，快点。完了完了，不太妙。等一下要怎么打？问问。为什么会有 Siri 的声音啊？ Siri， 请问我们这一趴还有多久？三分。我不能回答你。Siri 白的要选多久？Siri， 请问我现在换队来得及吗？好，我们高速选哦。我跟你讲，换我这边，换我这边，选左边就赢了啦。前面三个选左边，后面三个选右边。哎，漂亮，到了，逻辑又出来了，逻辑又出来了，逻辑又出来了。Okay，逻辑，逻辑，好，我们这游戏不一样，皇家，皇家 ，OK， 来，我们进一下画面可以吗？来，进皇家，皇家开皇，哦，哇，左边高文就是右边先多拉一次，你们的也太好选了吧？左边是高文的就是嘛，炸满贯，太扯了吧？太爽了，直接他妈封号，拔刀啦，拔刀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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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那边出馊主意，我跟你讲，拔刀皇了，拔刀，我跟你讲这个 meta 我还有在玩哦，右边，好，我要忍者大师跟剑圣，你的招牌不就是拔刀皇？忍者大师，你们现在牌一开出来就是要想象你们在，哎，你们的牌也太好了吧，要左转还是右转？后面是喇叭，只要可以在三秒内选出一个牌手的话，我就一个人付500块。哇，用这个来算是不是？有开发了，下一个。他排在哪？他排在哪？让不让选手选牌？对，你就选一选，然后他再看就好了。对，对，巨乳。巨乳，巨乳，巨乳，哎，刚听到什么？刚听到什么东西？巨乳破，没关系啊，都三声嘛，都三声，都三声。或者我还不放三声。我刚刚其实听，我刚刚听有点怪怪的。有点，有点。可是我卢米娜是天价。虽然我有放，没有，我就卢米娜一张。哦，卢米娜一张，好。很优秀。好，决定，决定，决定 ，Go。够够，好，左边角冠之王跟拔刀，刚刚还追我们，现在又变成只能拔了，好像只能拔了。这么多角色，可是这选不了解吗？这为什么不能简化到牌组只有7张呢？我觉得凑40张，抽一张放大出来，抽一张放大，如此真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小心啊，这一把没有小心，不要坏话，来，来，不要染上。我觉得人要充实份。阿秋罢了啦，他那个还 combo 哎，就是那蛋蛋到爆炸啦，是男人就你会爆掉哦。阿秋罢了啦，哎，想告人家，想买选秀还要偷门网络啊，想偷啊，我这我都点了 ，OK。都好烂，左边，左边好了，左边呐，哦，我们要选自己的 man 牌啊，没有 man 牌，快点快点快点，前面左边太久了，哎，那 WiFi 断了 ，WiFi 断了 ，WiFi 断了，哎 ，CY Games 塞，干嘛全部都要念 ？Shadow Verse 你是干嘛 ？CY Games，CY Games 应该没有了，网络掉了，网络掉了，网络掉了是不是？怎么办？网掉了，网掉，拉起来，那就是我们现在连一下，就宣布白队获胜了嘛，就是。耶！因为我们白选完了，恭喜恭喜！你要想，反正最后也是我们赢了，给他们一点面子。哦，真的吗？还是打一下。那可以那个教学输了自己单打大爆炸。不要了，我们选的牌哦，自己大爆炸，跟到皇家打。虽然你们看到他的牌很好，对，但我们这边优势有点，因为他们只选到一些关键卡，但是因为他们牌根本没选完啊。因为我们整体我们的。整个配合度比较强，比较强。其实我觉得平常听包子讲话的时候，哎，关键全部选到了，共三。其实 Tubig 有时候是真的蛮吃运气的啦，因为你有没有牌，有没有拿到好坏，今天也算他们运气不好，不会用也是另外一个运气真的不太好。对啊，打牌靠运气。左边，左边，今天也算各位运气不好来到我们节目了。哇，左边，左边，好，卢米纳斯跟小丽。金字铠甲，好，卢米纳斯真的好用啊。对，卢米纳斯万用牌。哇，他选个八张，我们要怎么打？哎，我卢米纳斯放满。剑士也很好用。哇，远远都热烈的参与讨论，真的在玩，在玩，在玩，很聪明。聪明，很聪明，很聪明。靠你了，你应该比我强。我右，哎呀，哎，左边好像好一点。左边，左边哈。我们缺低费牌。OK。两张，我克很多。捡起来。刚才是一张盗贼跟一张这个。啊，感觉都好，有点好棒。星锤，棒锤骑士。这个卡面好可爱哦，真的。这个我选了，这还在选。节目结束再给我看。你
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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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八十地跟福音地，三年前，他们不给你玩了，真的耶，先切他中路，切他网路，我们差打不赢，切网路，我们差几张，好像还差两张，放三张大扫除进去啦，那我们就火速把它选完好了。你觉得如果之后 Shadowverse 的卡牌的那个设计全部改成火柴人，他们还要选那么久吗？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的，应该看哪一张牌线条比较多选，多长一只手，都是火柴，对，就一圈加五根，哎，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来了，火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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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顺序是有想好了，有有有，我们已经决定好了，我们三倍就是三二一起公布是谁啊？三倍费出来，嗯，缺缺二费，缺二费 ，OK， 所以我们这个要是打坏还是打？可是剩下我们剩下两次选的机会，对，就因为我们这牌选的很渣，就二 pick 加上我们不是说强，不是很强吗？刚刚那个都是干话，不是说不干话，只能右边了，好一样，不干话这句话就是干话，懂了吗？三二图，我速选，我速选，就是因为我们是二 pick 加上上抽牌选牌的，所以它很渣，它是随机的，所以就是经常反应，烂死。你要怎么打？你要用你的右边吧，抽到什么就打。跟福林地，嗯，冰玉跟福林地，你们是要选几张？差不多吗？排够吗？完了，确认，选完了，选完了。所以，但是我们这副牌比较偏向中后期，所以打慢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蛋蛋德牌组。哦，这边切过来了。来，嗯，哇，他们的牌组好好哦。完成。我们三费有点突破天际的感觉，真的，有没有看到凸一根出来？可以，可以，可以，十五张的。我们注意到他们的一二费超级少，所以他们会卡。卡一二卡一二费，那我们一二等等看看，所以我们一费就打个五张牌满，把他们打爆。你一二费打五张给我看，原来吗？原来一费有五回合，是不是？我们先看一下这次红白大对抗的规则，来来来来来来来。好的，两队将进行数场对战啊，每次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三点积分，失败队伍获得一点积分。啊，每次获胜的队伍可以选择一种惩罚方式。进行全队处罚，还全队的是不是？对，连坐连坐，麻烦，真的。好，那我们已经分好出战顺序了。是的，我们第一站将由我们的卢比对上我们的小蓝。哇，这个是主播大对决，赛评大主播大对决，赛评大对决，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来决定谁比较烂的，是不是？对，看谁嘴比较瓢。不要讲，不要讲，来我们节目都是烂，一样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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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然后我们每一站都有特殊规则。哎呦，你们第一站特殊规则叫做。红鼻子大战哦，哎呦，我们有字卡看一下，圣诞节不是过了，没错，很简单，请用鼻子进行游戏的操作 ，easy， 哎，我上次下巴都可以了，两位，两位，两位的鼻油，哦对，请两位直接移动到隔壁，小蓝应该优势，小蓝，我们直接移动到隔壁，先帮两位除一下粉丝，小蓝鼻涕大师，鼻涕大师啊，不知道 Jackie 的鼻子大不大，好的，对。来，他们现在就准备去比赛了，准备去摸鼻子了，准备摸鼻子，没错，涂鼻大赛。好，他们要去，他们去 set up 一下。啊，我们就等一下吧。好吧。没错。我们刚好可以，因为他们两个会玩，可以先看一下那个牌到底要。对对对，他们两个会玩，他们两个会玩。但是用鼻子玩，我就不好说。来啊，我要这个。我上次下巴都可以玩了，然后鼻子弄一弄，发现上面怎么有一些鼻涕跟鼻屎？太恶了吧！太恶了！你再按，直接按到。然后下一个平板，然后那个鼻屎还粘在那边，然后下一个人还不敢按那边。哎呦，下一个用舌头。好恶啊！鼻子烂掉。我一定告麦卡贝。超恶，超恶的，超恶的。Nice， 来，他们再 say， 稍微 OK， say 一下。好紧张哦。闷笨，而且还要被惩罚哎，好害怕、喔。那我们是要先看，哎呦，开战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呦，看一下两位，两位奇怪，青青，他们好像上班族哎，看报告，这个好专业的画面，比起来，比起来有点尴尬。哦呦，他换牌的界面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小蓝直接尬了一只王者巨像在手上，因为这个观战不是哎，对，跟上次不一样，鼻子已经开滑了，方便多了。哇，哎，小蓝这边我们看到下方妖精这边。真的二二一，但我们有一个鸟屎。卢比好像，卢比好像抬这个东西，但是鼻子很痒。我看到这个满月，这会是伏笔。哦，也丢了一个二费了。他这边没，他我觉得他丢错了吧？没有，这边丢可以，这边丢。他刚刚扎了一下，哎，你在说？
后面其实左边有一个老弟的，就是这一只啊，看错了。你三费可以丢二加一啊，所以他这个双子没有问题啊。而且现在你要从他的脸部来看他的表情哦，他的脸部已经很扭曲了，我已经看不出来了。小兰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用很浅的盘子吃完意大利面而且浅的盘子上面的酱的感觉，黑韩系舔空。卢比这边很卡哦，什么都没有。卡、哦，哎呀，到底是谁选的牌啊？选这么烂，先嘴一遍。大费的，他们大费啊。不过他这边三费有岩浆哎。应该还是有好一点，欸、对罗密欧，罗密欧挡一下好一点，虽然他小兰摇头，他按不到，哇，按不到，按不到，时间有限，哎呦，哎呦，伏地魔是没有鼻子，哎呦有了，哎，这边选了盗贼、欸，可是其实是手这边来撑一下而已啊。而且我们这边看到卢比他手牌其实蛮多的，而且后面的牌的费用其实可以打满，所以我觉得不用打盗贼，会把自己的节奏亏掉。我觉得他这样打牌会陷进了劣势。我现在就干脆就先被打一打没差，对等一下一次出来这样。对，所以我们要赶快解决。对，我觉得这边其实小兰其实抓到节奏，一直打脸就可以。对，我们就是要打脸。对，打艾莉卡不要不要的。对，打起来哦！这边血啊，还要三点哦。哇，卢比这边。然后我们这边看到小兰手牌下面还有一张鸟屎。卢比不要。那鸟鸟屎，那鸟屎可以做一个斩杀。哦。对。然后王者巨像在手牌满的时候可以达到九点的伤害，就不用带进化点就可以打。真叫了马尔斯。所以血量十三点，在没有回血的皇家卢比这个职业。卢比按到吗？卢比按到，按到，按到，进化，进化，按到，按到。岩杖，岩杖可以干嘛呢？岩杖就是岩杖，不一样，不是。索性乱打一只，那这个打破，打破卡，打破。哪里活动？直接盾会比较多。可是剪下会马上被剪掉。来了。看小兰，看小兰。怒长剑，来了，来了。直接这边会直接把场铺满，直接铺满。然后今天铺满。真的，直接铺满。再来一张，再来一张。蚊子，再来一张，点得到吗？然后双子的部分有点边点不到。这边要进化点，对，这边要进化点。把那个四把四二铁那个台上的法师掉，然后再把妖精铺下去，对，两张下去，哦，两张下去，对，刚刚好，不会浪费到你提提分。可是这样子就会看到妖精手牌只剩下四张，然后下一张进来也只有五张。卡西欧佩亚其实他的发挥就没有那么好发挥，但是现在妖精场面非常的强，我觉得现在投降可以先输一败。对，红队这边可以先。投降了，可是你知道投降很难按吗？还有你知道投降很困难，你出牌都按不出来还投降。哦，这边架了一只卢米亚斯法师，卢米亚斯法师，他可以免费进化，进化指挥官的时候他会免费进化。那这边其实我们一看到妖精的产功已经是五，就跟着一起进化的意思。六，就是他不用吃进化点就可以进化。对，哦，好，这是产功，只要他在的话可以。这边产功还有刺，那这边可能先用卡西欧佩亚。对，直接做一波清场会比较好。一二三四，他在做。这边卡西欧佩亚会直接清掉。对，这边用卡西欧佩亚直接清掉。那可以考虑。哇塞，这边可以考虑光了。进化点可以考虑交。如果我是我，我就全部进化打点。因为皇家面对这个场是解不掉的。皇家这个职业在范围的 AOE 伤害其实不多。这样六点。大势已去啦。二。大势去。卢比。哎呀，看到下方小兰的脸已经非常扭曲了，真的，他已经在扭动了。那这边我他有什么好扭动？要赢了不是吗？不知道为什么，快赢了就想扭。开心的扭动。那个卢比手牌有一张蛋蛋大爆炸，但是它是一个 L 一，但要到七倍，要到七倍，所以这边是不能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乔利罗杰，哦，拿到守护海星。我们这边看到妖精手上有什么 ？ZZ 有 ZZ， 左边数过来第三张那张有 ZZ 啊，这边哇，这边要第二张结束，已经结束了，他最多解掉一只。哇，这个是不是打这边啊？没了。那这边 ZZ 会直接把它变。卢比笑得好开心哦。这边莉莉莉就结束，这边莉莉会用爆能把它变成血，放对了，哇，变成血了。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用鼻子要怎么指定别人，还蛮难的。我刚刚小兰大爆，在脑内排演一下，好像还蛮难的。哇，他
太强了，可惜。反正得第一，甚至获得我们的鼻王的称号，鼻王、鼻王、鼻帝哦，鼻王大师，鼻王大师。啊，所以红队要惩罚啦，对，惩罚就大概就给你们选。那我们要来看，我们的惩罚字卡，来。来，我们要选惩罚。恭喜我们的鼻王，鼻王，滔滔江水的鼻王小兰，连续夸奖，可敬对手一分钟不能敌。哎，你羞耻 play， 做出对应卡片上面人物表情姿态五张，四张要套套，丝袜套，是选一个是不是？小兰给你选，应该说第一个，给你选，给你选。获胜队伍选一个啦，给小兰选好了，是不是？当然是，获胜队伍坐一边。哦，落败坐一边。好，那我们获胜的要坐哪边？获胜坐这边。落败的要夸奖，获胜的选。那我可以选吗？获胜坐那边，他这个是一趴、二趴、三趴，这是最后的惩罚，是不是？还是每一次都要一个惩罚？那我们是可以选每次到哪一个吗？我们要可以选要哪一个吗？还是已经没有？他是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OK，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被夸奖。好，我们就是人生胜利组，哇，被夸奖。那撸蛇区。不是，我懒得替你们一个一个来，你们就四个人一起好不好？这样就一分钟搞定。好，来来来，对对对对，一人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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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恭喜发财，拜年。可以拿道具当大爷。哦。拿道具当。我没有，我当一般爷就可以了。没有没有。然后等一下，当大爷为什么要拿棒棒糖？来来，我拿最大爷了。哎，我要橘子口味的，好。还要挑？我靠，拿牙签比较煞气啊。来来。一分钟，你还真的要开吃？一分钟有点久哎，真的，快点开始吹捧我们，快点！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牙签啊？干你什么事啊？那看你想把牙签不行啊？来，预备开始，吹捧来，来来来来来，找掌声筷子，福如东海，来哪个好帅？哇，这个风靡日本东京的主播，夸奖说吉祥话。没有你，哪有人想夸奖你啊？哦，第一名，销售第一名，哎，怪怪的，销售第一名，哎，哪一部分啊？讲清楚啊！不是阿汤口的，还行还行。哇，他的表情真的很讨厌。夸奖一个，夸奖，夸奖，快，！没有享受到，夸奖我吧。好，这个早生贵子，人气与娱乐度与实力都有的时光，中一咖，真的中一咖，舒服，中一舒服。连这个那个这已经跟他是真的年长了，年轻貌美，双日语中文精通，那个好，换了，我受不了了，讲不出来，哎呀，差不多了，好，哎，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可以，我早生贵子，怎样？可以啦，可以啦，结婚是不是？我说这样，我还没听够，金玉满堂，再一点，Shadowverse第一把交椅实况组啊 ，Shadowverse 那个哦，全台最笨的女生，为什么队友开始那个？我们同队，我不需要夸奖你，一个晚餐可以吃两个便当的女生。爆料真是爆料，然后是想要减肥，所以买摩斯不吃便当女生。听起来怎么怪怪的？讲错，讲错。好，结束了，第二组了，棒，心里舒服多了，舒服了，是不是？舒服了，是不是？第二场啊，我们的比赛的名字叫做真奶稀里呼噜，好不好？啊，我直接换成第三个了，是不是？哎呦，好哟，那我们就剩一场，是不是？两场好。那我们第三场的那个比赛方式叫做一体方程式啊，我们来看一下字卡，看一下玩法。哎，比赛期间，我方队员出牌阶段，该队伍可加一种一体于大水瓶中。比赛结束后，输人每个人都要喝一杯。这个好像有点危险，好硬啊！哇，很酷哦。我觉得这个议题是什么是关键啊？真的，我们口水啊，所以我们下一场是什么规则？下一场是什么规则？正常规则，那只是说，就是它的规则是。我说下一场。下一场是。再下一场吗？是王牌。哦，所以就少了一场嘛，对不对？对。哦。好。那。那我们就人员。人员。就保留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由这个。演员，哎，好嘞，耶 ，Go， 不会，我们的牌很烂，可以，可以，靠你，我这样，杀爆他，没问题，杀爆他，
他把那个茶水给我放过来。哎，我来加了。所以这是哇，这是什么、啊？这是给我们家的，对不对？娘子把那个鸡拿来。那、啊、不行，这是我要吃的。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可以，番茄，可以。我、哦、闻到这个味道，黑黑的东西啊，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啊？这个液体的颜色我看过，可以。芭乐汁，哎呦，橘子跟芭乐，这麻油哎、欸哦，麻油鸡，麻油，哇还哇。牛哇茶汤会，我还不装爆你们！这种我最会了，这种我最会了，全部加进去，我来给他。哦耶！等一下，我要提醒各位哦，这个是等一下输的那一队全部都要喝哦。对，我们赢了，所以你不要加，就不要加一加就自己喝下去哦。我们来 care， 我就是大家要死一起死，没关系，有人陪喝就好。好了，哇，我觉得我们只要他们出牌，该队伍就可以加一个议题。好，加，那就。我觉得我们的、啊、王者加油啊！他那个，然后大家那个，接下来还有两瓶哦，是豆浆哈、哦、跟红茶啊，豆浆大家不要加太多，好，因为我想要说留一点我自己想喝，所以好了，所以现在谁出牌？他们还在选牌，还在选牌，对，那我们的 A 区霸主演员一定会赢的。所以我们就加多一点啊！劝你们加多，不要小看王者，王者哦，豆浆通关主线哦，豆浆加少一点，我要喝。好，我看不出来哪一队是豆浆。就是那一队在出牌。OK， 好，那我这边有个想法，比较近的家，我这边有个想法，其实番茄汁加麻油倍儿棒，是吗？那等一下你要来一下，没有啊，我们队又不一定会输。哎呦，谁换谁出牌？六探加，真是我们出牌加番茄汁加麻油。哎，他们没出牌啊，只能加一种哦，加一种，他们这样轮流吧，你们加番茄汁，我们加麻油，他们出牌啊，刚刚都没出牌啊，出啦，麻油是这个啦，麻油现在出啊，这个对，好，那整个倒下去，不要整个倒啊，真的会死人啊，倒一半就好了，接下来是演员了，演员了，快点，加一种，加麻油，麻油，是这个还是这个？对，就他就刚刚麻油不要太多啦，不要，哎呀，真的不要太多，我先减肥，哇。哇，太恐怖了！加下去！哇，我的天哪！你看那个液体在扩散，它开始摊开了，那个味道 ，Oh my god！ 我靠！等一下，如果觉得快输了，我们赶快夺门而出，不录。哎呦，换我们了，对不对？多加一点柠檬汁之类的。盐水。这杯哇，这杯一定很难，这杯一定好。番茄汁是咸的，有一种卤汁的感觉。太恐怖了，换你们了吗？换你们了，牌还没出啊？哇，我觉得真的在选的时候出吧，再出就轮到你的回合你就加，反正是你们的回合，你们加一次的，反正又不是限时间的，反正就不该你们加。好，所以你们这边可以加。那这个既然大家都加咸的，我来加一点，再咸一点，酱油。还是什么？酱油，好恶心哦！你太夸张了吧？这个加下去，不会啦，反正等下我闻到那个味道了。反正厕所就在旁边啦。开喝了。先喝个豆浆养养胃，垫垫胃，等一下喝一口下去闹塞，很臭哎，那恶魔的恶魔的味道慢慢飘出来了，加一个，哦，你比较近，加好了，加芭乐，你们怎么舒缓一点？椰子，怎么想都是冰块比较舒缓嘛，冰块最后再加了，要不然就不冰了。哎，我看起来怎么觉得不太妙啊？哎，等一下，为什么我们加汁加得很开心，我们变那样？对啊 ，I don't know。我啊，酱油给它吹一下。我们今天全部加好喝的料，有成，已经没有用，没救了，没救了，已经没救了。辣油，现在这个地方去机车行，有没有看外面那一缸？欧油是，欧油。啊，但是那个去机车行换机油，换演员。来靠你们家，加那个好喝的来，芭乐汁，这一锅已经多加一点，多加一点，太多，我要把它调和一下，稀释一下，恶魔需要稀释 ，OK， 要死，好开心，是一副要打甲虫药的感觉，可以吗？手牌那么多，重点是他没有甲虫。不好吧？这样可以吗？我还选可以啊。如果现在感觉不错哎，感觉不错，这场面我看不到。哎，没有，这边其实可以解光，藤蔓魔弹，然后对空射击，漂亮。你确定有人知道吗？漂亮，你不要故意讲那么大声，让他听到好不好？
哎呀，坐在没有没有没有那边电视安静音，对空射击，对死他。哎、欸，对穿了、啊，他想太久，他想太久，没有稳了。哇哇哇！鲁鲁这边如果进化小智了就厉害啊。哎、这边其实都可以的，进化小智，进化小智会全场多打一点，会多打一点，会加一攻，而且不用花进化，它是免费进化。中间那只路明那只法师，他只要一直在，他就可以一直免费进化。皇家指挥官，所以变成说他一定要优先解，你进化小智，我还不能去解，我要解中间的。哦，对。好了，你们想我们喝什么啦？现在是是。哎、欸，好了，对不对？我们这女人不错啊。好了，我看。我们刚刚叫你们称赞，没有称赞。绿茶，好吧，绿茶。好，绿茶不用还可以吧？还可以。可以。绿茶来一点就好了。好啦。淡淡的，麻油跟绿茶混在调酒的感觉，我想要让那个油贴上点。等一下，我们全部加完以后，那个镜头是这个。哦，后面都是油。刚谁加麻油加那么多？你旁边那个好恶的啦。我这输加凉面的酱料是不是？哇，真的，是不是？超像，闻起来也很像，真的是凉面，是不是？那我闻一下，真的是凉面的味道，好不好？哎、欸，好香哦、喔！好香，私家凉面，私家凉面，好香哦、喔！其实我闻不到任何东西，除了麻油之外。我们等一下去买一点面来沾一下，沾面。换谁？换他们。有人，换你们。猎人的，那这边就是菲娜进化。你要不要考虑加一下？好了，柳橙汁啦，我觉得啊，柳橙汁，哇塞，会怕是你们就在加麻油啦，你们想搞死自己啊？这样，我先不要加，如果他最后下菲娜，我就加麻油。没有，你就加柳橙汁，算了，太多了，不会啦，口渴了啦，我再一下，再摇一下，就是变成像有加那个。一些橙汁的那个凉啊，就是那个凉面，然后橙汁麻油，比较新叶麻油，就是压胸，就是日式。哎呦，真的下菲娜了，没有，早知道我就加麻油了。早知道还不一定哦。林贝没有，菲娜体质很不错，进化还不一定，进化不掉，还不一定。哦，林贝加漂亮。感觉刚如果有弹的话，应该会赢诶。对，因为你看这边，其实你现在虽然看到场面是皇家这边比较优势，但其实皇家现在手牌并没有很好，手牌比较差，因为他六费，哎呦，圆桌不一定会拉出，哎，有罗密欧加岩将，有罗密欧岩将跟朱丽叶，没有啊，卤蛋应该不会啊，他应该会打服。你是小看人家是不是？不是，我要先操控，卤粉要出来了，我要先操控卤蛋，我要让他打，不然我们就要喝这个恶魔，真的很恐怖。这一杯下去大概麻油酱油都你加了，你有没有恐怖？哎、欸，他打得不错哦，打得不错。我也觉得这样打可以。我觉得这样打可以。可以，换怪。我突然觉得我们要加麻油了。好，我们家就来加麻油，应该。好，鲁鲁没进化 ，OK。啊，这边要爆牌了。这边要爆牌了。对，等等，下一趟阶梯要爆牌。我怎么看不太到牌的？那个对空，就是先那一只二费的绿印妖精下去对空 Bass 地下去进化，解掉，全解。不要打 Bass 地对吧？啊，不然打 Bass 地你会爆更多。433哦，可是那是633。没有，你这边一定要把场面解光。这边爆手牌会怎样？就爆掉，浪费了。没有，这边现在还没有卡西欧佩亚，现在满月先生都是满月先生。所以现在我们要尽量让自己不要爆牌，然后进卡西欧佩亚一次扫光光。演员睡着了是不是？哎，时间有限啊！哎呦，对空对起来，对穿场，对死他。可以吗？这样对左边，对左边，对左边，这边对空射击，对空空出个对子，对死他，结束打脸结束，还对死他打脸结束，漂亮，这个漂亮。我好像对错字，然后没关系，没有进化，然后截掉，完美。等一下，进化打脸，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麻油，因为我完全看不懂，你知道吗？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不要啦，绿茶来，加少一点，对吧？我觉得冰块好不好？冰块，稀释一下，做人留一线啊！对啊，做人留一线，帮人讲话福利进出来。不会啦，不会，再喷，会，像喷泉一样出来，每家一样没有东西，用马桶阻塞。
怎么也打脸打脸了？打脸打脸！哎、欸，他想要扶弟。打脸打脸！哇哇，等下两下直接点脸就。哎、欸，我们打脸！哎、欸，我们的鞋在四 D 哎、欸，炸对，左边两次。哦，哎呀，哎呦，可惜，哎呀，可惜。卡西欧佩啊，哎、欸，你剩两滴了。对，剩两滴了，剩两滴。OK， 我们还有一点进化点，好不好？只要圆桌拉一个竹节就行。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我都怕鲁鲁不知道圆桌要干嘛，全家一定要感觉加进去。为了自己的健康，全家。我觉得是可以摘一点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全家。哇塞！等一下，这锅到底是什么鸡尾东西？哇，鸡尾酒啊！而且这一杯是可以点火的、哦，上面都摆。酒醉点火哎，可以点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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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哇，上节目还能喝酒，是不是太好了？小米酒来度，哇塞！哇，现在还有任何机会吗？现在基本上没有，没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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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边除非卤蛋想要羞辱他，鼻炎，鼻炎。啊，这边那个福利王者之鼻炎，他应该不知道，要进化那个满月先生去解福林地，一定要解掉。因为福林地的爆能强化效果会每回合结束会打两，他还有个进化点，对啊，所以一定要解掉，这一定要解掉。他打头了，他打头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打头那一瞬间再先再先再先，好了，我们可以先拿杯子来冲。好了，那我们就不加不加，下杯先准备好。可怜的，要不要多一点冰块？我觉得他是很想喝。他是很想喝，他是口渴。等下我们就拿小杯的，这一杯就是他的。这一杯就给他一杯關，不可以浪费啊！一人一下，不啰嗦，真的。真的。可以，加个盐，加油加油！你们自己捞啦，好不好？好啦，好啦，自己捞自己捞。那我看这杯大概是今年喝过最难喝，今年我喝过最难喝的，好不好？希望明年不要喝那种东西。好。哎、欸，为什么还剩一支？没有，原本是可以全解的。对，原本可以全解。他这边进化点给福林地，然后打脸就结束了。哦，对哈、哦。对啊。不过我们鲁鲁有结场强迫症。或是这边他有结场强迫症吗？我怎么不知道？可以不要发作吗？或者你看他考虑好久。如果这边直接按就回合，他现在毕业了，他在毕业了，他毕业了，他毕业了，他毕业了。嗯，好像还有热眼。身为主持人不知道口吃的。小怪哇，超级毕业，他直接没有这个直接结束就赢。那一次直接结束就赢了，这直接结束就赢了。哦耶！哎、欸，怎么还是义工啊？对啊，因为那个因为满月先生的效果，它的效果是把你的攻击变成一、哦，所以你进化之后还是变一，怎么样都是一。嗯，啊，对，就让对，就让把你变成一。不过因为促销嘛，不过因为参哥好猛哦，参哥太猛了，好猛哦，我们的一区霸主被干掉，那大概参哥大概是 M 区霸主。M 区霸主王者哦耶！ Oh, yeah! 哇，哎、欸、大哥，好爽、啊，不要，好像都你加的哎、欸，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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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王者太强了，这一杯这一大杯是这一杯香，好喝，我突然觉得刚才的惩罚好棒哦、喔，这个也做的太棒了， yeah. 你在捞最上面的油是？欸、上面的油哦，我在把油捞开了。我们从麻油酱，全是装的麻油，好不好？闻起来超有凉面酱的味道。对，我刚刚就说全家凉面来着，真的芝麻口味。你看那个汤汁，还以为是刚吃完牛肉面的汤。哦，有酱有酱油的红烧牛肉面。哎、欸，有加醋吗？这么多，一口掉好像没有。有加醋啊啊啊！掉进去了，一半。哦，越来越想吐。可以，再可以，好不好？可以，好不好？大家今天在这边怎么样？辛苦了，节目了，尾牙尾牙尾牙，上面再套一点豆浆了，不要再套了啦，不爱喝豆浆。好，来干杯了，干杯，大家都不想拿杯，来老干杯日游，给你交杯了，好不好？同日同，我不要，来来。哎，好喝，那敬一下可以，敬一下，敬一下，哇，哎呀，敬杯，交杯酒是，交杯来，是这样，我不要跟你这样，不要，玩一般的就好了，哇，两大帅哥一口干，什么？有没有一种？五味杂陈，陈皮梅是不是？真正的五味杂陈。怎样？其实比想象中的好一点。我觉得我想你要把整罐喝完，是不是？哎，泡个豆浆喝看。哎，一口啦，有点像那种日式
日式凉面蘸酱，对，很像蘸酱，那很难喝。套个豆浆下去，我觉得你那个一定会变更难喝。不是，我跟你讲，套下去好喝，咸豆浆，算有什么好讲？咸豆浆，哎呦，哎呦，哎呀，我跟你讲，套下去就。套下去真的是咸豆浆了，好不好？有点乱讲，你講真的是咸豆浆啊！可以不要那么呛吗？开喝，我是觉得还蛮好喝的啦。套下去真的咸豆浆、欸。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是哇，你啦，你好中意哦！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杯那么好喝？因为我加麻油。你是加了那个吧？那个，那个啦！坐下，小当家用的那个。所以酱汁嘞？对、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现在是一边一胜，是不是？对，一胜一败。好，我们现在决定战了、啊，决定战就要靠谁了？真的，就是我们的队长，谁先把这个喝完？不是，我们的队长，我们要王牌对王牌，王牌。这一战将不会有任何的特殊的状况规则吧？不会给任何的怜悯，不会，不会，铁面无私杀了，好不好？他们后面会把这一瓶带去隔壁。处罚是确定的了。处罚已经确定了。处罚是什么？处罚套丝袜。套丝袜，穿脚是不是？我腿还蛮美的。套头丝袜，套头。开套，开套。好，可以，手指头可以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字卡吧。好，两队的队长该负责任了，请出来一较高低。该场比赛有请2017爱影视中最强播报员小兰为我们进行最专业的播报。哎，哇，最专业的播报，你一起播报员刚刚下最不专业的，哎，你们两个，谢谢，有两个人一起报比较不会干呐、啊，真的，够，来了，我以为你喝上瘾了，吓死我了，他等一下再准备喝掉，我跟你讲，其实还可以的，所以我们刚刚是星神传说的卡包组成，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后来的 Toothpick 嘛。对对 对, 对, 对。现在的环境 Toothpick 选到的牌会是什么样的牌？就去掉 Standard 吗？对啊，去掉原本的指标。你突然变得好认真，因为很久没有报了，你知道吗？是时候了，很久没有报销了，你也上升。Toothpicks 在选牌上，跟一般自己组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啊，都选一些可能。低的啊，然后快的啊，这样子会局限吧？局限，先选强的，开大先选强的，选完强的再选曲线。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平常也是这个啦，都本来是好朋友啊，今天过后我就不知道了。哇！但我现在没办法思考，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吃完两。我们不好意思，请我们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啦 ，OK OK OK， 二物哎，可以啦，我们这二费超多的，提手留二费啊，然后那个蛋蛋这边。因为他刚刚选了一堆三费的牌啊，所以他居然有两费，有一个两费，所以他其实蛋蛋这边拿，我们队长已经来了，队长的好朋友，哇，你要死进来，开枪，好不好？要死来了，可以，要死来了，可以。不过，先开场就库库里，好，蛋蛋如果先位，一直到那边，嘲讽三下，嘲讽三下是怎样？因为第四下按不下去，还可以嘲讽啊，可以嘲讽，然后直接下了，我们还不给他嘲讽反反一下，好，今天那种拍电啊，拍电啊，232，好赚，他们会等下打完。就热血开推，我们等一下就直接那个镜头 Q 摄影棚，真人快打起来。哇，这个真的下一个。其实我解了，先抢点，因为先攻啦，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对，我觉得这样可以，因为现在血量压力就在那个包子这边。他们两个看起来很紧张，很谨慎，因为大家都不想套死亡。来血呢？这边为什么会选择把？他没别的牌可以打。OK。就是不想空过，对啊，就单纯这已经不空过了，OK， 这空过头要爆了，哇，看起来还行，哇，顶住了，打脸又解掉，哎呀，帅哥来了，一样哦，那个皇家还是会有这种到中后期会有一点手牌的问题，但这数量其实差蛮多的，哦，真的吗？哦，就皇家这种情形反而会有点卡，应该是说他这个职业目前就是要补手牌的手段还是比较少。你不要再说你卡了，我们这底下看起来是卡到爆了，真的吗？我因为有看到他要费用，你费腰中，然后出去结场，跟我说你很卡。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出牌啊！他卡到歪头了，也是哈。因为我刚刚也有点有一种卡的感觉。卢米亚之计划哦，卢米亚真的很好用。对，五费准时一下，这压力真的。今天的 MVP 就是这边，因为好像选了三次，我以为是这一杯。MVP 也是王了，也是这杯是王了。好，这边结场打脸。好痛哦！哎呦，
这个时候，哇，竟然是来蛋蛋，没有办法出瓦的。哦，这边来了维纳斯，啊，丰年祭会进手上哈，消费就应该打，因为会抽牌嘛。这边应该把卢米纳斯解掉之后，好，就等下一个。嗯，解完之后就等着要靠死瓦，看看等下进来。哇，宙斯在，哦，还好，还好，就看看等下妖精进来什么牌。现在妖精急切需要解牌吧？对啊，只有卡西后面还有救。而且好多牌组是就是会进很多卡牌，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好多了。嗯，哦，像演员刚才就发生爆手牌的状况，没有真的爆超多牌，你刚什么都打不出来了。真的，哦，这个就是现在，看他这边会在考虑什么呢？他应该是要考虑岩浆要不要下。考虑等下怎么套这个。我昨天果断还是下岩浆的。哎，直接打头了。啊，进化打头。哦，血量压力在还是在包子这边。哦，也选择直接还可以。还有谨慎一点。哇，六三六六，等一下那个福林点吗？我这边其实能丢了不少。终于能丢，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多，对啊，都是一样的几张牌，也只能丢一张，不两张了。看要丢，哇，暴击金，我觉得只能丢。而且这样，嗯，看看没有要进化，看看，他刚进化，吉行好像有点硬，他也没这个潜行是说什么时候就会解掉。没有，他打人就结束了。打人就结束了，哦，只是他的。他要是没有做攻击的话，就会潜下一回合才会。哦，福音帝，好，福音帝，哇，爆能强化效果，啪啪。我是很少，我是的天哪，还直接，哇靠，我是很少玩这个游戏啦，所以不太熟。但根据我对表演的熟悉，我看他的脸啊，我们是输定了。看他现在的脸，就表演艺术，对，就表演的角度来看，看他的脸跟表情，看他的动作，我们是不用玩的啦。大势已去，我要看解印了没有？真的，哇，他也下了福林帝。他希望可以要赌了，这边对啊，赌看可不可以？他是怎样？希望可以打掉。哦，有了。哦哦，还行啊，还行。然后等下就打两次，随机会打二三，嗯，再打两次，打两次，包含也有可能是主战。对，哦，这边竟然下刚刚我拿到脚冠，哎呀，全场烧一哈，脚冠其实蛮猛的。对，哇，他要躲了，他要直接打脸吗？这边应该会直接打脸，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两下，可以打两下伤害他，很两下冲到脸，冲到脸就，我两下都打到脸啊，其实都好，怎么样都解掉，其实都好，最不好应该是各打一下。对对对，可是已经哦，这边开蛋蛋，哦不错，但是也已经解不掉，我的剑会贯穿你，我的剑会，我的剑会贯穿你，逃不完，GG。这交朋友啦，这是交朋友的方法。这个直接按结束回合都赢。谢谢谢谢。结束。喂喂，太开心了呀！所以我们刚刚是说输的队长要把那杯喝掉，是不是？没有了。还是说输了要带死亡，然后把那个喝掉。来，请收下，请收下。恭喜恭喜恭喜！当自己家。对对对，喝杯喝饮料，奖杯。你好，完美的架势。放旁边。小心拿好。要聚焦。好了，我跟你讲，要开套了。哎，等我喝一杯。没有，等下要开套了，好不好？啊，开套是，哎，这个是全队都要套哦。对，全队都要套。对，是。我 OK 啊。这种东西，三羊开套。我平常，那是因为我现在在录节目，要不然我平常在家里我也套着。你又开始说一大堆观众进来的丝袜。那我们坐也调一下位置。好。好。白色请坐一起。好，白色要坐一起，那就多坐，坐进来。后面，好，站后面，好。OK， 那其实我们男生其实还好啦，最主要是女生比较有差。你第三出场的，不会，他男生对啊，要不然这样啦，我代替圆圆好不好？哦，不然这样好不好？你代替我。他没有他吗？你有他吗？他有他，他需要活跃一点的。啊，真的吗？他来，看圆圆的意见啊。圆圆来，圆圆觉得来。你带，不要丢给我啦。你可以带吗？看你要不要套，给我一套，给我一套。行啊，
哦、不行，就是好啦，要不然我来。好吧，你看卢比多好，可以啊，套卢比暖男。没有，因为我卢比，不然你套两次好了啦。套两次是怎样？帮我套一次。听起来怎么就怪怪的？这卢比要别人帮忙啊。卢比等下要说，等下要被攻击了。哎、欸，他不想看演员被套，帮你啊，真的，你帮我好了，我可以帮你套啊。我是女的，不会套的。等下，慢一点，嗯，慢一点。你拉着，他要从下巴，真的，你不断在消费，他有没有要从下巴套往后？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错的，不能这样讲。要这样套，拉，你懂吗？我要把它套住。那你得到了一个，对，我帮你套的。怎么套套的？好像还不错哎，好像还不错，真的穿过啊！真的，你帮他套哎，好棒！你到后面啦，还稳呢。你到后面啊，套啊！哎，你好会套哦！拜托，我经验老道，我出生的时候就长这样子。我的刘海，我觉得我不是你出生长这样子，那我的眼睛张不开了。我期待就踩脸上了，套套的。你要来啊！来，哎，今天我不是赢的吗？好大套，这样子吗？我头比较大。哎哎，嗯，干嘛？视线不太好，等一下。等一下，卢比头太大，套不上去了。你自己套自己。我真的套输啊！我整理一下我的发型。劣质的，买那种强硬一点的。我的刘海，我的刘海还可以吗？硬一点还可以吗？你的刘海要梳到你要单马尾，单马尾。这两个是我的辫子。我在一头双马尾，双马尾，双马尾。我是粗叉，我是粗叉。所以你是不要惹我软底哦。我是粗叉哦，粗叉哦，好，粗叉是粗叉未来是不是？你要把你的脸套到那个腿里面呢、啊？对啊，这也太窄了吧，太紧了。可以啦，丝袜他怎么样了吗？丝袜，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让台北记住我们的名字啊！太紧了啦，我还可以跳段子，你记住这样好像是等一下要去乐华夜市，是啊，可以啦。你看这个他们已经很松的来了，好不好？我觉得很可爱，可以啦。你看这样就对啦，帅，哎，你还蛮可爱的。可以，可是你们知道丝袜套的重点不是套的时候。被拉的时候，他妈我眼睛都张不开了。不行，眼睛张不开了哦。眼睛张不开才是正常的。哎，如果有观众刚转台进来，会想说这是什么奇怪？没有，一直都这样。他不会，因为呼吸现在要就是集结一堆怒舌。好，可以了。开拉，直接往这写开拉，你负责拉。今天拉的行业，我这帮拉。有后面的拉哈。这边一九九，我帮小兰拉吗？不好意思，没问题。好了，准备，我有这个荣幸吗？先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来。先从我们的，是一个一个拉还是一起拉？先从我们的鸟屎，一个一个拉好。可是画面都只配一个鸟屎，我们时间有限，鸟屎先拉好。鸟屎快点，起飞！最完整的示范，快点，时间有限，快点。不是时间有限，丝袜真的很难拉，我也不能怎么办，要太巴拉。可以吧！我的天哪！哎，我都看不到。你下拉卡住，要破了啦！先停在这里。好，我来，可以。屁股的部分应该还……为什么都要露牙齿笑？只有头发拉长而已。我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好。可以，帅！小兰，加油，来 ，Go！ 可以吗？来！可以！蛮快，都蛮帅的，队长，队长，起飞！帅哦！哎，以后你定用。看画面，永泽。帅，叫你要先帮你截图弄那个订阅组，订阅组，我们压轴，时间已经超过，快点，我们还有很多怕。哎，他下巴卡住了，帮他抓一下下巴，好帅哦，可以。好像那个，好像捏陶土，然后陶土是人像，然后掉到地上那种感觉。为什么方向怪怪的？有了，起来了，帅多了，你这变得好美啊！苏伟，在哪里呀？我危机了，我又要输苏伟，我还有点怕，快点，快，我们那个帅，我们那个包子队获胜耶！恭喜！哎，不对，还是但是获胜，讲的怪怪的，是我颁奖，是谁颁奖？我颁奖，小兰颁奖，来，我想说，哎，我们队我颁奖才对吧？哦，没有，我领奖，奖杯，哇，奖杯也太中意了吧！我操，你奖杯队长出来，队长，是不是你们应该是队长出来吗？一起来，哎，没一起，奖品就是这个丝袜，在这边，我们套过了丝袜。
你排队长，你走开啦，排队走开啦，他想加入啊。好吧，哎、欸，不是领奖吗？变成大合照，好吧。对啊，耶、yeah, ！要比赞，要比赞，好，比赞，比赞，比赞，优胜，优胜，耶！落脚了，落脚了，看现在要干嘛？赶快看一下，到底要不要比赞？没有了啦，没有了，我们要宣传一下春季的选拔赛了。好，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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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人，好优胜哦，好优啊，恭喜！好，我们节目，我们来看春季选拔赛的字卡。OK， Shadowverse Taiwan Open 春季选拔赛报名开始，报名时间至一月七号截止。欸、其实 就剩没几天了哈，下礼拜。赛事总金共300,000新台币。哇！海选日期是1月15号到1月24号。OK，、春季选拔总决赛四强参战的选手可以拥有以种子身份参加20184到6月于日本举行的大型爱影视上官方赛事的资格，是的，还有，对啊，其实也是有点资格赛的感觉，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还可以拿到，哎、欸，拿到奖金，哎、欸，咋办？有赚又有资格，不错不错，有赚又曝光，没错。我们再讲一次世界赛那个赛事。好，没问题。因为这个3000万，因为太重要，剛剛太重要了，因为钱太多。有关于我的退休金啊，这是我们2018年呢，爱影视上的世界赛呢，总共会有3000万台币的奖金，是的，3000万，一人独得，3000万一人可以买几个鸡排自己数。我不是数了太多了，不用鸡排啊，房子啊，真的冠军一人，好不好？大家真的再注意一下了。而且有没有这个游戏？有没有之前觉得哎、欸、很高的很高的，下一次直接不见了，代表你也有机会可以。可以成为那个高端，只要你有跟上 Meta， 对，只要你有跟上，有机会，反应够快，好不好 ？Yeah， OK， 那谢谢，今天谢谢包子在那，还有小拉，还有所有来宾，那我们暗影综艺王顺利成功，成功，耶、yeah. yeah. ！